的背景。耶，这次背景没有很熟悉，但是这个感觉就有熟悉了哈。黄色的计程车，真的哎，还有一个帅哥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台湾啦，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台湾，因为呢，我们这次来台湾有一个小目的。这次来台湾其实除了工作之外，还有一个顺便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们的以前要被求婚了。还是要讲多几次啊？没有想到他们可以修成正果。没想到，然后呢？其实我们也是刚隔离完毕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呼吸到。台北的味道，现在有点像毛毛雨啦，对啊，很怀念的味道啦。对 ，Oh my god， 然后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感觉了。我们现在是要徒步去到捷运站，这个行程就是要为以前的求婚日做准备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去做指甲，哈哈。对啊，以前我们真的是耗资重重的，因为我们从巴黎回来完全没有时间，休息一个几天，我们就直接过来台湾了。其实我们工作室已经要倒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，所以我连指甲都还没有弄，那个指甲已经断到不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去做美甲，这有东西啊？那种大安区比较远一点，红色线。然后做完了美甲，要买个求婚衣，可以讲吗？现在，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叫什么？准备啊，除了 Tim 会给他这个求婚惊喜之外，其实我们两个也给点惊喜，小惊喜啦，对，大惊喜。那其实在我那边我会拍一个二整惊喜影片的，对，所以等下我们才要去买一些乔装的东西，装备，对，装备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先去捷运站，过后买衣服，然后就带大家看一下求婚现场了啊，开心哦。你知道 Tim 跟我说他求婚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他对不起全部男生。怕大家看到他的求婚，然后大家另一半会觉得求婚就应该这样子，但求婚不应该这样子哦，因为他的求婚很恐怖。我们到达捷运站了，哦，真的是超久，没有来到捷运了。用着佩玉送我的捷运卡，我们也只能用这种捷运卡了。我们再也没有学生价了。对啊，学生价很便宜耶。给你们看我的捷运卡。我的捷运卡其实买很久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我们都用学生的，对，学生价比较便宜。中二男，海贼王，这个捷运卡，我会进钱的。是要储值，是储值。进钱，我是爱马来西亚。哇，才2元，这样我要把所有的零钱投进去。太多零钱了。哇哦，爽！要做很久没做的事了。哔哔，我也好久没有这样子看地图了。其实搭捷运真的比开车还舒服，因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在马来西亚，我们住的地方跟工作地方没办法搭捷运。我们的车到了，走吧。要上捷运了，各位。我们到了。哇！突然给我们下一个倾盆大雨。在台湾最讨厌就是下雨，因为。好彩我有带伞。好。厉害了。哈哈哈，你看啊，带伞呢就是这样子，而且来到台湾呢，我们都徒步偏多，所以一定要带伞。遮阳也是，我真的黑很多啊，我要好好的保养了。你看，这人白哦，你看我的手，当然你白了。在你隔壁我就很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做指甲的地方了。这个人也是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初体验就在台湾了。哦。你知道什么要做吗？因为那时候不去欧洲的时候，你们三个也在吐槽我的指甲，他指甲真的什么很丑，什么很多茧，然后说什么爱咬指甲，对啊，那个角质，那重点是我不咬指甲，但是最近流行做指甲的男生可以试试看，我说女生啊，哦，你这个脚我不敢接，书生，我们求婚会迟到吗？我觉得会哦，很怕吼，我没想会这么久，我跟你讲，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嘛，我直接跟你讲，一定来不及。那随便帮他涂全黑就好。不信我，怎么办？那就算了，那就不要去了。书生要嚼什么呢？我的嚼是西瓜跟爱心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就西瓜，西瓜色，因为他喜欢西瓜。对，我是想说来纪念一下，在他求婚当天，然后就做了西瓜图。你就是为了这个求婚来做这个指甲？也没有啦，算了，就是说可以做这个。做西瓜还不够吗？他看到应该很兴奋吧？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家。我要赶快整理一下，时间有点赶，我真的把自己当自己家嘞。我们预计9:15出门哦，哇，我还剩下45分钟，应该来得及吧？还要吃饭，先干嘛？
先补妆好了，然后呢，再赶快吃我的晚餐。我的晚餐是大埔铁板烧，哈哈哈。我们从大学就很爱吃，铁板烧，看我全身黑。因为我们呢，其他的计划呢，就是乔装成摄影师，然后呢，在最后的时候再给他惊喜这样子。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那个祝福影片嘛，而且我们祝福影片很狂哦，我们是在他熟悉的地方拍的，就是安生家。我们拍了祝福影片的结尾，蔡勇就会讲，以前现在一定是在哭了，然后苏珊你赶快拿纸巾给他，然后我就会拿纸巾出来给他。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小惊喜，所以呢，我们到现场，我们就要真的乔装成摄影师。可是我在想，我乔装摄影师，然后我一直拿着相机，会被发现吗？因为我们其实这次回来台湾，没有多少个人知道，就是几个朋友知道而已。然后其他人像徐凯浩啊、张浩啊，我们都是跟他们说我们现在不在台湾这样子，然后也不会来于谦的求婚。好好玩哦！虽然我们已经限动也不能发，什么都不能发这种，但是有存几个好笑的，过后慢慢发。哇，你赶快，我们还剩下半小时呢。你看他的穿搭真的是完全摄影师，黑色 T 黑色裤，这是标准的摄影师配备。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我们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十分钟，我们已经预很早很早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预很早了，主要是没想到会这么刚好，我想说会空一个小时。我们现在上车了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吧？认得出我就。不知道怎么办，给大家看看他们在干嘛。这是宇谦、嘉文、佩玉，他们在吃晚餐。假晚餐。对，这是真求婚。现在就是一直在耗时间吃饭当中。我们今天就讲好要穿好看一点出来拍底片相机，然后就准备出发。我们到了。哎，他没有帽子，哎，怎么办？一定被认出来吧？一定被认出来了。你也是啊。我不会啊，我仗你。你们觉得他们会认出来吗？没，就你，你现在装一下就好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啊。你们觉得我不讲话，他们真认不出我吗？我哪得这么大胆的信心？你一定认得出啊。你讲话就认得出，你不要讲话。其实我们的人有让人到吗？就。凯浩、张浩他们都到了，那就完蛋了，他们一定认得出你。你现在是专业的摄影师哦，很有钱的摄影师。我也是很有钱，我也要做摄影师。他都是有钱人。对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被秘密带到小房间内，好像那种要问话的那种。通常主角才会这样子啊。靠北哦，你看我头发乱呢。我也是呢。真不简单呢，我觉得啦，我们应该是在宇谦出场前才出去，因为应该是让大家在全程观众看那个荧幕的时候，突然在旁边拍东西，不然的话现在太多人了，而且大家很多都已经很准时到，我们现在是在等待。现在呢是几点？现在是10点，然后呢，据说宇谦11点会到场，所以我们要等到差不多最后的10分钟，就是他要到的10分钟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才出去。现在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不只是要骗宇谦，我们也想要骗在场的人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穿搭，超级素，然后等下会戴一个帽子，全身黑。我也蛮像摄影师的。可以啊。我只要不讲话，大家就认不得我了。确实，我的特征就是我的声音。我们的新郎，哎，他还没结婚啊，新郎，未来新郎，未来新郎，未来呢？哎，自己成功，你会觉得成功吗？我又不成功，我告诉你，不成功随便。哎，你做一次失败了，这样比较有话题嘛？有人跟我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个场地，等一下你求完之后借我用10分钟，我也求一下。”拜卡，是谁？他开玩笑。哎、欸，很好用哎、欸。他说都布置成这样，那我也要怎么样？好，我等一下再 cue 你。好哎、欸，拜拜，加油加油 ，bro， 加油！期待宇谦说：“我不要。”那我就说：“蔡强勇都是你。”他们现在正在等宇谦来，他们刚刚彩排一轮了，他们现在疯狂喝酒。真的？对。听不到中胆了、啊，那种胆小男的是不是？他们说要喝酒的去喝酒。Tim 超怕，他真的很紧张。而且宇谦应该在路上了，现在已经10:54要11点了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。越来越紧张，怎么别人求婚好像我求婚一样，很紧张哎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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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这么尴尬的空隙？我就请问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这种空隙？我请问一下。欸、我们再来一次。看我没有一直在笑。新婚快乐，一起干的，加油！耶！恭喜有天变成人妻了，接下来
来你的人生会更加的不一样。幸福的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，戒律大人的秘密守护者。因为像伯君这样这么好的男生，真的已经没有了，是真的贴心，我都没有他优秀，而且就是看他很贱。我觉得他刚刚看到我们了。我想看场景，掉队了，应该是讲酸的。没事啊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爸。耶、yeah, ！祝我们的 team 求婚大成功！我相信一切律师应该听到这段话蛮有感触吧、啊。我觉得他哭，我觉得摄影师可以去拍一下他的特写，他脸就哭。然后，叔叔，你去拿那个卫生纸。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哭了，你先。要戴个眼罩哈，那你眼妆不就滑？没关系，还是很漂亮。好，你戴好，你戴好，好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求婚了噻！求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可爱呀、啊！你看。好，这边让我对大家带来一首《世界唯一的你》。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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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当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这个瞬间要对以前说什么话，看着他过往的照片、节目、影片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阶段跟雨谦相遇、相识，但你认识的雨谦。这样的以前，这其实是对现在的你都感到负担的演出。当初的超念少女还要去做到。现在我的话说完了，我想要请雨谦最尊重的家人、妈咪跟哥哥来帮他带头，头箍还有手环。过去的模样，这第五幅画是我希望未来的你可以成为的样子。我也希望未来的你可以更多人认识你这个样子。等一下，佳佳会帮你报数四三二一，你就把画拉下来。你听到一，你就拉下来，可以吗？真的有
没关系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常常我跟苏珍，其实那时候对于我跟雨萱在一起的时候，给我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会非常希望他们能在这次的求婚的时候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这样，这个家伙就说他来不了，有什么办法？然后我就，要不就来了。哇！我是来台湾上班的，他是来帮他求婚这样子。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那边有酒有饮料，请入席。我们还要拍照，不能走哦。忘记跟大家说我换照片，我才是重点了。我这边好像没有。对啊，那么怎么？对啊，这应该是我们的局吧？直接被灌酒，好可怕哦。完全不会。这里的每一个呢，都是雨谦的时候。我要炫耀一下，我跟苏珍是最早签这个的。对啊，然后是苏珍建议我拍的。苏珍建议我签那里的，他说签在乳沟上才是。签最耀眼的位置啊？怎么了？大家一看就会，胸部没错。雨谦好幸福哦，你也羡慕吗？羡慕，羡慕，以后也要大家都签我胸部。我太多酒了，对不起。雨谦。书上有惊喜给你，什么惊喜？怎么了？书生为了你的求婚，他今天做指甲做超久。西瓜指甲。你再不要！西瓜是有爱的，这个爱很公平，这个爱亲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爱要同等付出。好，你最后有什么话要祝雨谦吗？要接，我要牵着他的手，不能这样讲，你要这样两只手这样握。不是，我要这样秀，然后让唐记得，就是呢，希望你赶快生个宝宝给我吧。然后呢，我要哭了。哇！亲我，亲我。不要。走开。影片结束。请学习哦。加油。再加油，有一点弱。爱你。那你先问我，拜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苏珍打赌，我今年一定会去马来西亚，死了都爬过去，腿断都爬过去。然后呢？后面没。不过我今年没有去，你去香奈儿随便你选。耶！马拉住的，我会把他拉住的，我会把他拉住的，我把他呼叫撕掉。很小吗？对，不是帮我把他护照藏起来。他说他今年如果没有去马来西亚，他就去香奈儿给苏珍随便挑一个包。抓着他，抓着他，随便一个包，十个都可以。我一定会去，各位等我好不好？没有人要等你，没有人等我，所以会变七加七。帮我把小吴的护照烧掉。